怡萱，冰淇淋好吃吗？好吃，谢谢阿姨。阿姨，你要不要吃一点？不用，谢谢你，你吃就好。怡萱真的像爸爸说的那样，很乖巧，很听话哦。阿姨，你跟爸爸真的是朋友吗？是哦，怎么啦？那你可以叫爸爸不要跟妈妈吵架了吗？爸爸跟妈妈常常吵架吗？以前不会，可是现在晚上妈妈都跑来跟我睡，我知道他们一定吵架了。是哦。今天早上妈妈还大声凶我，她还问我要选她还是爸爸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妈妈这个样子，我好害怕。我不想选，爸爸妈妈我都要。怡萱，你乖，大人们的事情就交给大人们解决，小孩子不用担心，爸爸跟妈妈还是爱你的，一切都会没事的。好，我们走。果然叶冠华跟他妈妈都在骗我，说什么会处理离婚的事，明明就是陈文玲要离婚，叶冠华不肯离。好啊，叶冠华，你对得起我吗？阿姨，我们要去看鱼。好啊，去看鱼啊。阿姨，水里面真的有鱼耶。是啊，那太好啦。没有危险了，不要太靠近湖边哦。这位妈妈要注意小朋友哦，不要太靠近水边，这湖水很深的哦。不好意思，我正要把他给拉回来，谢谢你的提醒。阿姨，好晚了，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哎，哎呦，冠华，怡萱嘞，要找无哦？找无啦，敲电话老师同学哦，拢讲唔知影啦。补习班的班主任哦，有调监视器啊啦，嘛是无消息。哎，哪里有？紧报警啊！怡萱这尔乖着，伊哪有可能乌白走啦？现在的社会哦，安尼乌白杀人事件这么多，万一哦，伊现在去拄到歹人，要安怎啦？好了啦，妈，你较冷静的好不好？莫甲所有代志想法这么恐怖，好不好？我有去备案了啦。派出所讲哦，伊的车现在尽力倒找啦，叫阮倒来等消息。等恁代志要等到当时啦。啊！万一来去得到一个神经病，还是伊四面台要安怎啦？哎呦，都是你啊！都是你害的！你把怡萱还给我，都是你害的！哎呦，啊，这跟冠华有什么关系啦？哎呦，怡萱是我要家的宝贝呢，哈！你就是讲，刚才你唔甘了哟？这要怪哦，都爱怪你家己啦！敢干哦，就准备离婚啦哈！啊，老家哦，这个家忘恩散母啦，冠华就是因乱家呢哦，你才袂记得去接医生啦。对啊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告诉你们哦，怡萱是我的命，如果她真的遇到什么坏人，我一定跟你们叶家没完没了。无，啊你是要安怎哈？你这么是在纠缠你家己的查某囝呢哈？你莫欺负我们冠华哦！你有什么代志，你对我就好啦，看我会安怎啦？好啊啦，你莫搁吵啦！主要想着你，把怡萱找出来。
主任，好，我现在跟我先生马上过去。怎样？主任说看到监视器有点线索，叫我们现在赶快就去确认一下。好好好，快点。去吃冰淇淋。你凭什么接走我女儿？你到底想怎样？我没有想怎样啊，你不用想太多。只是冠华老师说他工作很忙嘛，叫我以后可以接怡萱上下学，让他可以专心的工作。谁下去接怡萱的？我你不要这样乱讲！哎，你别听我的讲话啊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甲医生接走啊，拢无甲我讲一声啊！你们放心，将来我对待怡萱就像对待我肚子里的儿子一样好，我会当个好妈妈。更何况怡萱这么乖巧懂事，我疼她都来不及了呢。宝贝，不要听，跟妈妈回房间。吴宁啊，哎，吴宁，哎，吴宁啊，吴宁，吴宁，听我讲，吴宁。哎，吴宁啊！哦，有哦，咱早早讲啦吼。吴宁，你先开门啦，吴宁。妈妈，我不要去外面住了吗？妈妈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不可以吃陌生人给的东西，不可以跟陌生人出去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啊？你知道你不见妈妈有多害怕？你跟我女朋友发生危险怎么办？为什么不听话？我有说不要，可是那个阿姨她说她不是陌生人，她是爸爸的朋友。她不是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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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我可不可，妈妈太害怕了，对不起，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妈不应该凶你的，对不起。什么？